是个男生哎。 啊？杨，杨世南，我儿子上个月血尿被送急诊，这次又是一样的问题。医生啊，我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张杏仁。 杨世南他一个人拥有两套完整的生殖系统，现在我们检查的结果是 XX， 所以最好呢是将杨世南性别定向为女性。没事啊，没事。让我们热烈欢迎杨世南同学。 是谁啊？那你还愿意当我朋友吗？娘，你他太过分了！没有啊，我为了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给他做傻子？